这个用苹果给鸡蛋做当门市，先给这苹果洗净皮刮点，给它切成小颗粒，搓到和面盆里，里边打鸡蛋，加上白糖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里边加了鸡蛋，烙出来的饼可虚可软。加上面粉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都可以，可以上锅烙了。锅里抹一点油，给这苹果糊盛到锅里，给它摊均匀。盖上盖子烙两分钟，掀开看看翻翻面，哎呀，烙得黄澄澄的。再烙两分钟，再给它翻翻，这都可以出锅。这水果饼都烙好啊，这小苹果饼又营养又好吃，吃着软腾腾的，甜丝丝的。